这不就是你一直想要的吗？庆祝一下。去多久啊？三个月。三个月。哦，那三个月你在美国会想我吗？我会想念这个。色鬼！不过说真的，我不想跟你分开三个月。我也不想。我现在已经每天习惯了惹你生气，习惯我每次向你认错，习惯你每次都会原谅我。所以我现在非常不习惯你不在我身边。所以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有办法还不快点说？来，我的公主。坐在这里，我的公主，明明，跟我去美国吧。是谁把你送到我身边？沈先生是上海本地人吧？是，原来我们家住在复兴西路那边。您是上海人吗？不是，四川人。哦。你80后？是的。这么小啊？这是跟冰冰在一起玩的节奏啊？啊？我和念琴是同一个年代的，那这么看我们之间是有代沟的。开个玩笑啊，你说我们这些男人吧，50多的长40多，40多的长30多，那30多的肯定就得找20多的，但是上了我们这个岁数呢，就希望能合得来，没有代沟才最重要。那些找年轻人玩刺激的，都是像沈先生这样有经历的年轻人干的事儿。年轻真挺好的，是吧，年轻？那肯定啊，年轻当然好了。哎，我是这么认为的，如果这两个人合适的话，年龄无所谓。如果呢，要是看着年龄找人，赵总，那说明你已经老了，不自信喽。是谁把你送到我身边？我身边，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一生黑白。那我们一起去美国，我们一起去各地参加巡演，到时候我会在台上唱歌跳舞。我希望我在演出的时候，一抬眼就看见了。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唱歌，一起跳舞，一起嗨。能不演出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去各个地方去旅游。我们可以去阿拉斯加看大北极熊，还可以去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里面看星星。还有，我们还可以去最美的加州1号公路上面狂飙车，还有佛罗里达爬鳄鱼古塔。我们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。婷婷，跟我一起去美国吧。James， 啊，你的这些想法真的很美好，好想跟你去实现。可是我不能离开上海。Why？你知道我妈妈现在的处境很难，我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抛下她不管。就是你妈妈，为什么你妈妈无处不在？我到底是跟你妈妈谈恋爱，还是跟你谈恋爱 ？James， 我可以跟你一走了之，可是我心里不会快乐的。可是如果你不去，我也不会快乐。对不起 ，James。冰冰啊，为什么爱你这么累啊？之前有小白，现在也有你妈妈，之后还会有谁？爱你真累。我看你确实是累了，
你累得连撒个谎哄我都不行吗？我为什么要撒谎？对不起 ，James。没关系，你回去陪你妈妈，我没事。那我走了。我真走了，就不用送我进去了，我自己进去就行了。没看到粉丝，看来我想的跟胡话是真的。你还是算了吧。一定要记住把一丁送回家啊。放心吧。辛苦了。再见啊。晚安。再见。游戏，游戏，肯定游戏。沈先生，可以啊，你是掐着点来的。那当然，不然的话，你这戒指不就掏出来了吗？怎么，我追念晴，你很不高兴？哎，不高兴倒不至于，我只是觉得呀，你没戏。你们理工男都这么不会聊天啊？哎，以偏概全，这可不是一个好律师的习惯。我怎么就没戏了？说给我听听。这枚戒指，我可是在伦敦定制的。花了我50几万呢，但钱确实用送了点儿。但是，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，还是讲究门当户对。是是是是是，但我听说上了年纪的人，腰都不太好。我腰还行。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只是提醒您一下。你可能不太了解何年轻这个人，因为职业的关系，他几乎对所有的人都面面俱到。考虑问题很周全，但是这样呢，也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。其实这么多年来，他拒绝过很多追求者，当然了，比你年轻的人也有不少。但是结婚嘛，光有腰是不行的，毕竟过日子，并不全都靠腰。是是是，但是有钻石，送得出去才行啊。说得对。遇人就跟下棋一样，棋逢对手才有意思。行了，把我搁在这就可以了。谢谢啊。客气。谁说我腰不好？少女妈妈怎么样啊？什么呀 ？Don't please。怎么样啊？你老实交代，到底怎么样啊？什么怎么样啊？听说你和小赵旧情复燃了。嘿，你从哪儿听到的这些不负责任的八卦呀？不能听信。你别蒙我，有人已经告诉我了。今天还是小赵送你回来的吧。哦，哇，难舍难分，难舍难分。嘿嘿嘿，妈呀，现在他是我的代理律师，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的，附加的也是朋友的关系，并不像你们所说的那样啊，别添油加醋。哎呦，
候。哎呦，我说念情啊，别把关系撇得那么轻嘛，你们俩又不是没爱过。哎，过去是。我倒觉得小赵性格稳重，嗯，当年你为了冰冰和他断了，我还觉得挺可惜的。哎，你说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说起来吧，他身边抓抓一大把的女孩子多了去，可是他还没结婚，为什么？说明他心里有你呀。我还感觉他有过一段婚事呢。对对对，但是只有一段婚事，并且没有孩子。哎，他去哪里？哪里？哎。念情，哎呀，别烦了，别烦了，你们跟着我干嘛呀？我就是想告诉你啊，赵叔人真的不错，而且对你一往情深，关键是身体也很好，从背面看根本不输 James， 你还有什么可等待的呢？你就别管了。干嘛了？脸红了？你害羞啊？我累了一天了，你们都出去吧，让我睡觉吧，我好累呀。说不定你师傅跟你飞。是啊，挣再多的钱，事业再好，没有家庭有什么用呢？念琴，我觉得小赵人挺不错的，你牢牢的抓住他，你们俩合适。对对对对，外婆，我也好喜欢赵叔叔啊，人真好呢，我肯定支持。我也支持。你们一唱一和的，想把我嫁出去，是不是嫌我碍眼呢？还是嫌我烦呢？啊，不是不是，嗯，你不要着急嘛，我和冰冰都是为了你们俩好。冰冰，你想嫁给詹姆斯，所以要把我赶紧的丢出去。这话说的，我结不结婚，我干嘛非得先把你给处理出去啊？再说了，这么多年我没给你介绍过其他男人吗？行了，我跟赵一斌呢，我一点半点的心思都没有，我跟他就只是现在这个样子，现在呢就是朋友了。你啊，跟詹姆斯的事我不管，我的事你也别管，安吉拉的事你也别多嘴了。哦，我没有到处乱说，我只是跟他的律师说了。也不行啊。有什么不可以的？马上都一家人了嘛。喂，干嘛？看你羞的。哎呀，我知道，你现在正在上演野百合，傲娇野百合也有第二春天。什么呀？等等，你长痘痘了喂。哎，你上火了，你要败火。你说什么呢？哪里有火呀？哎呀，你出去出去，烦死你了！烦死我了！你有脸打呀？出去出去出去！这样说我啊？有痘痘吗？啊？哪里有痘痘啊？并没有啊，我皮肤好的不得了。快溜！哎，能小点声吗你？是，我郁闷透了，又跟冰冰吵架了。我纽约玩乐队的朋友邀请我一起去参加全国的巡演，冰冰本来答应我一起去的，但现在又反悔了，但还是放心不下她的妈。这真是一对伟大的中国母女，不算是见识了。哎呀，那我得恭喜你啊，开始了解中国人的家庭观了。中国人的家庭观就是谁都可以对别人的生活乱插手。你想想啊，他妈一个人在家又出了这种事儿，明明怎么可能抛弃他妈和你去美国呢？明明是个好姑娘，可她留下来有什么用？除了添乱。是，我求你了，赶紧出马吧。哎，你少扯上我啊。哎，是，你说我丈母娘单身那么久为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她在等你啊， the real one 啊。啊，你太会说笑话了。哎，你还有心情跟这些铁家伙较劲？你赶紧去把我丈母娘拿下，当我的 daddy， 这样我就能和冰冰一起去美国了。啊，不可能。你在我面前你还装什么呀？跟他表白了没？没有。
Oh my god！ 你这简直是十四级无下限的循环播放啊 ！Daddy， 别练了 ，Daddy， 来，我得把我成功的秘诀交给你。来，你站这里，得这样。半夜的时候，你翻窗户进去，大声的跟他说：“我爱你。”这个时候，他会许一晕。在法庭上，看见安吉拉看我的样子，就想起他以前的笑眯眯的样子，现在就变成仇人了。你再提安吉拉，我可不奉陪了。可我满脑子里面都是安吉拉呀！别说了。哎，赵一丁和沈方舟知道为你掐架了。他们就像大学生，太可爱了。啊，何念琴，好妒忌你啊！你这桃花运也太好了，哎，要不然就一个没有，要不然就一次来俩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沈方舟对你有意思，你还不相信？怎么样，你现在是要识途老马还是吃嫩豆腐啊？你知道的，我是排斥姐弟恋的，年龄相差那么远。我躲都躲不及呢，还有啊，我怎么跟冰冰还有我爸爸妈妈交代呢？我呀，还要这张脸见人呢。切，那你就是讽刺我呢。少带点啊。切，要脸有啥用啊？幸福就好。哎，凭什么那些20岁到70岁的男人就能跟20岁小姑娘好，而女人一过40岁，谈个姐弟恋就说是不要脸？再说了，管他什么年龄，相爱就好。趁着你现在还爱得动，来场轰轰烈烈的。说的那么容易，你呀、啊、就只管浪吧。我可是已经过了爱做梦的年纪了。你怎么那么想不开呀、啊？烦死我了。半个月了 ，Angela 的微博一直都没有更新新的消息。倒是陈子昂的微博动静不小，他不但跟菲菲取消了互相关注，而且他把过去2年里跟菲菲互动的微博全部删除。他这是对 Angela 表忠心的，不仅取关了菲菲，把所有关注的女粉丝、女艺人、女作者，反正是女的，他都取消了。真会来事儿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想过有关 Angela 工作的事情？晴姐，上回我们谈的啤酒最近一直都在力推5-9斤的国威啤酒，主打的是都市白领女性消费者，希望 Angela 做代言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亚洲分会已经向我们发出了正式的书面邀请，希望 Angela 能够帮助推广面向亚洲青少年抵制酒精的宣传活动。啤酒就回了吧，但是公益活动可以多接一点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修补 Angela 的公众形象。晴姐，即使我们胜诉了，安卓拉也不会跟我们公司续约了，他也就剩半年的期限了。你为什么在他身上花这么多心思呢？这半年咱们一定要雪藏安卓拉，不然以后别的艺人怎么管理？我明白大家的感受，可是如果安卓拉他真能回心转意要回来了，我们还是要去帮他工作的。安卓拉可以放弃我们晴天下，但是我们晴天下不可以放弃他。而且我得提醒你们一句，我们经纪公司是服务艺人的，就算艺人走了，晴天下这杯茶也不可以凉。你们自己想清楚。好，你们自己想想吧。喂，何总，我是医院的何教授。安琪拉来检查了。什么情况？前天吧，安吉拉突然来个电话，说是月经失调，来做个检查。平时不是你就是他助理来约时间的，当时我就觉得可能有些问题。昨天他来了，一个助理都没带，抽了血验孕。验孕？对，她已经怀孕7周了。
真的吗？今天早上我跟他本人通了电话，他在家里用验孕棒又验了，不会有错的。怎么会这样呢？那他的身体情况现在怎么样？具体情况还没检查，但是我看他的气色和身体状况似乎不是很好。哎呀，这个傻孩子。哦，谢谢你啊，何教授，你愿意告诉我这件事情，这可是大事。这件事要不要告诉你，我犹豫了半天，这毕竟是安杰拉的隐私，但是我知道你一向把他当自己的孩子看，虽然现在在打官司，我想你对他还是有感情的，就怕安杰拉年轻处理不好，所以希望你跟他好好的谈一谈。谢谢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好好跟他谈的。这件事并没有其他人知道吧？没有，我是亲自去化验室取的化验单，连名字都是假的。谢谢你啊，你想得太周全了。我理解你们的苦衷。谢谢。要是这件事传出去的话，会对他的名声造成很大的损失。安吉拉，我在贺院长那边知道了你的事情，我很想很想见你一面，你能告诉我你在哪儿吗？安吉拉，你叫了我八年的亲妈，我真的把你当成我的女儿，我很想跟你见一面，我想跟你聊一下。我让小白把地址发给你。您找谁啊？安吉拉。好，有人找安吉拉，让他进来。好，进去吧。安吉拉，何总，请吧。能把这个斗笠摘下来吗？你决定要把那些照片买回来，是不是已经知道自己怀孕了？这都不重要。你决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啊？当然了，这是我跟子昂爱情的结晶啊。那陈子昂呢？
他是不是想跟你结婚呢？他说过他会的。他说过他会的。我相信他。我跟他还有孩子，我们三个未来会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。不管他现在跟不跟我结婚，都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。安吉拉，你是一个公众人物，未婚生子，你知道要承受多大的压力？有多少人会给你白眼吗？你在冒险，你用你的未来在冒险呢。人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？20多岁的我，就算是一朵鲜花，也不想永远被束缚在玻璃瓶里。我是冒险，可是我是为爱冒险。你年轻的时候不是也做过吗？你意外怀上病病，你要退学的时候，你妈妈是不是也跟你说过现在同样的话？难道你后悔了吗？我不后悔，我真的没有。相反，我很感谢老天爷，他把冰冰给了我，是冰冰塑造了今天的我。我也相信我肚子里宝宝是老天给我最美的礼物，未来不管多苦，就算是跪着，我也会把自己的路走完。我跟以前的你一样。不一样，当年我有周震东爱着我，子昂也爱我呀。哎呦，安吉拉，我真不想说一些现实的话来伤害你，可是我真的想让你去面对现实。陈子昂要是喜欢你，要是爱你的话，他怎么能现在跟那个菲菲？别说了，别说这些。就算是我疯了，傻了，陈子昂现在不爱我，我也要抓住这次机会，把这个孩子生下来。这也许是我最后的机会了。这个孩子会成为我跟子昂之间牢不可破的纽带，所以我不会放弃，永远不会。16岁的时候，我问你，爱情是什么样的？你说爱上一个人，就要接受他的所有。好的，坏的，光明的，黑暗的。所以无论子昂现在怎么对我，带给我多少伤害，我都会忍。我爱他，永远。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心疼？你爱得太苦了，要不这样吧，我跟你一起去见子昂，好不好？我跟你一起去跟他谈一下。用不着，我只是跟他说，让他不要让你做一个未婚妈妈，让他负起这个责任。我不会说其他的话，我只是劝他而已。你让我跟你一起去好吗？哎，我说了用不着。你父母把你交给我，我不能对不起他们的。不要跟我提我父母，你不要再想管我任何事情，你知不知道？何念晴，你让我自己做一次主吧。我在戏里演过那么多不同人的人生，可生活中呢，我自己一次都没有生活过。你就让我自己单独面对一次自己的人生，就算是错的，我也心甘情愿，行吗？行，我尊重你。你的人生
是应该你自己走下去的。只是我希望你答应我，不要伤害爱你的人。保重。何总，小白，答应我，好好照顾安吉拉，跟以前一样。赢了，我们赢了。这是我刚拿到的法庭的判决书，安吉拉败诉了，法院判我们赢了。我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。一斌，你先坐下来吧。这次辛苦你了。对不起，我想跟安吉拉提前解约。我应诉，不是我想用这个官司来控制安吉拉，绑住他，而是我希望可以用我的方法来挽回他，不要眼睁睁地看着他掉进坑里面。宁青，我非常理解你对安吉拉的一片深情，你心疼这个孩子，但是从我的专业角度讲，等一下，先听我说完好不好？我一直以为爱一个人是应该扶着他，保护他，不要让他跌倒。原来我是错的，有一种爱叫放手，放手让他走出他自己的人生，毕竟人生是他的。所以这场官司谁赢谁输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。对不起，一斌，我知道这场官司你付出了很多，可是我真的想跟安吉拉和解。好，那这样，我帮你拟一份提前解约的合约吧。啊，谢谢。大家，我想你们可不可以先出去？我想跟安吉拉单独说几句话。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拍戏的时候是怎么样的？当然记得了。一条拍了20几遍，害你一直跟导演抱歉。还有第一次拍吻戏的时候，清场你就是不走，非要盯着人家男演员的嘴，看他做没做清洁，害得我们一直笑场。那是应该的嘛，要是他脏怎么办呀？而且最后我还不是让他清洁了吗？还有冰冰，他是最搞笑的。他出国前去横店探班，
非要跟在我后面演个小宫女，那戏阵仗很大的。啊，我辛辛苦苦的跪在前面哭，背了两页纸的台词，他大喷嚏一打，现场直接爆笑，害得我一直都找不回来情绪。最后我和他一起被导演骂。所以啊，我跟他说好了，以后不可以再去现场捣乱。我走了。走吧。我以后还能回晴天下吗？傻丫头，晴天下永远都是你的娘家。行吧。还好吗？挺好。安吉拉的事我都知道了，你就别提我的伤心事了。昨天第一次看你那么早离开公司回家，你跟踪我了？没有，你别误会啊，因为前一段时间一直很乱，其实我有很多话都想当面跟你好好说说。别叫我念情，肯定没有好事。谢谢你的咖啡。你干嘛？工作呀。何念情是哪位？鲜花。我是何念情的助理，给我吧，谢谢啊。哇，好漂亮的花呀！这谁送的呀？今天什么日子？肯定是一位追求者。哎，你看，这还有卡片。对，我正好要去找晴姐，我帮你送过去吧。啊，去吧，谢了啊。这些都是我们公司新选的艺人，你看一下。好了，你可以出去了。嗯，好的。晴姐，哈，这么大一束花，谁送你的？是人家送给你的。谁送的？晴姐，谁送的？是不是你的追求者啊？哎，不是啊，一个小屁孩，放进去吧。好。Thank you.
心何时还在那里，又怎会放纵他牵起我的手，兜兜转转的路口，见证我的伤口还依旧痛，心何时还在这里，又怎会舍得他孤单的游走，整天整日的人游，为自己找借口，沉沦的理由，爱过未知道何时该放手，痛过才会握住变的温柔，恨不能将你的话再重播一遍，放在心里听，爱过未知道何时该放手，痛过才会握住别